你要先想啊，你会浪费90%的，所以要不要找什么的？剧本一样啊。我已经带900，我已经带1800了。剧本，你身上还有空间吗？你还能走路吗？可以啊。我可以塞一下 RPG 弹药在你身上啊。弹药不行。OK。我都丢那个闪光弹，丢没闪。好啊好啊，那等一下，等一下我开你丢。如果我们两个在的话。还有这个苗，这个是挡住我的铁苗，稍等我一下。这个苗，反正我们还要等下整爆一次。好了，你知道这是。还没有小队都加我小队哦。啊，是当然用铁苗了，不是要用铁苗。没有啊，我可以。老罗，那我可以帮我吗？你可以帮我吗？我是被罗拉说只能用铁苗吗？拉。那我要用铁苗。啊，我就看不到那个是装反了，靠呗。不要，那又无所谓，那只是开开玩笑而已啊。不要光屁猛了。有呀。哦，可是你不用修东西啊，你又是谁啊？可是我怕我装错要拆东西啊。哎 ，Joseph， 哎，奇怪，为什么比你高？我踩在空气上。不懂人，你没有那个手上的东西在地上。哦，可以推着他。我这一场而已的，我下一场会用苗球。这什么东西啊？我有一个空气。因为在那个聊天群里面，我没办法知道，就是他有个水箱。Joseph，你有带闪光弹？闪光弹哈。我只带 M84而已。OK， 够了够了。丢了人家。你知道每次要攻坚，妈的，你有没有带闪光弹？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你们都没有？震撼弹够了吧？够啊，够啊。不够的话，我们的队员就是闪光弹了，丢进去之后，他会被激活，然后我们剩下人再重新跟。这边有在交的。打起。就算真的不行的话，也可以叫一个牺牲一个队友来挽回大局。No no no， 不能牺牲。哎呀，专业的才不搞牺牲这一套。人家又不傻，对吧？嗯。Hope we can。哎呀。嗨，请说。我就是这么想的。那这样的话 ，Joseph， 你背包还有空间吗？有一点点。我可以多塞一个，我看能不能塞一个 RPG 在。啊，你塞。这样我们会有非常勇猛的。你看一下你能走路吗？还可以，还可以。跑步，可以 ，OK， 好。太棒了。要不要再塞？还可以再塞一发。真的吗？真的。好，那我塞喽。哦。养鸡。哟 ，OK， 可以走吗？帮我带那个一四八，我好，感谢小队。OK， 就刚好满的状态。那个等等养梯，那个退小队之后，苏维跟那个没有强大的优雅去加那个养梯小队。你们是工兵队，没关系吗？我不是，我是一般兵，都是 heat， 没关系。我跟你说，我知道你是一般兵，你按一下 ESC 帮他们。我在李阳前面，好啊。然后有一个野战手册，有看到吗？有点下去齁，你往下滑有一个叫 CUP Weapons， CUP Weapons Right， 哎，然后里面有一个 RPG 的弹种跟教学，你可以看一下。第二个是就跟你说他瞄具怎么瞄，第三个会跟你讲弹种。那 7VN 的话是旧款7V7的改良 ，7V 的改良版，它的穿透就是它们两个重量一样，但 7VN 的穿透会比 7V 好。Damn effective range。好，了解了。OK， 这样能理解吗？能理解。然后 7VL 是串联，它的穿甲更深，不过它带走射程带走200公尺以内。有啊，它上面有写。对啊 ，OG 7V 就是 RPG 的枪榴弹。哦，是哦。对，所以它就是 HE 啊，就有点像是那个 frag 东西射出去爆炸。它有能枪榴弹。我这样举例，它会比较听得比较懂。哎啊 ，TBG 的话就是温压弹，那个对付堡垒啊，或者是对付建筑物，那个轰下去，大概只要2发，那个建筑物就会垮掉，超大范围的。对，所以你射击 TBG 的时候，它的好像有效射程也在才200公尺以内吧，150而已，就是射下，那 TBG 也很重啊。那他可能没有不足分。对啊，总之射击那个的时候你要小心，因为距离太近，自己会被波及到。它的原理好像是把那个
空气中的所有氧气全部燃烧。OK， 那个我刚点过的氧梯蓝莓过来，我重新再简报一下。然后，好，这边还有一个，差不多。对，就这样子而已。然后7VR 跟 7VL。你们看，帮我看一下地图。那我们这一次一样就是。然后你这样，我会这样子记啦 ，7VL 对不对？可是它 L 是看右边。然后说，如果我们去攻击那个城镇的话，敌人会有无限电控制车队，我们他们那边被打，他们车队就会。heat 这个哦好，你看得懂它的标尺哈？有，你说等一下，你再讲一次。就是重量最重的看中间蓝色那一条，最轻的看左边绿色。变得鬼鬼祟祟的这样。对，他可能会懂吗？所以东西哦，对，所以那个7VR会比 7VL 还要重。我们埋伏在敌人的城市一出口，但是 7VR 的穿身会比 7VL 高。没有啊。然后公民小队，我要你们在 T1 应该吧，这样能理解吗？这一部分的位置埋上。我跟你二十秒就很有趣，它非常人性化，非常简单。万一他们逃脱了，怎么说？它很好用。你看一下它不是二国系列的标尺，是不是右下角都会有一个斜排的东西？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对，看它大概。对。范围 A1 这边，那哦，它是180公分，在这边待命防守，就照个去。然后。它是如果是低于200公尺以内，对不对？100公尺以内的话，看那个瞄准镜上方十字，用十字让中心点打。哦。为什么要有左右的？在这个像大工厂地方给我们。就是有一个左右的横排，就是最上面那个。哦。哦，那个横移，如果战车是侧面横移，在移动中的话，它其实也打得到。这是第一点，第二，它这个网状坐标，我用瞄的时候，左右两边如果没有线的话，你会比较难去对齐。对 ，Q 中大概是黄色。我就统一都是用中间，不过看我看数字要看是看左边还是看右边，这样能理解吗？希望那个十字就是100米还是？对，100米以内，我印象中。然后那个这样就比较简单了。之前 RPG 怎么都打不到，有啊是有打到，但就是全靠运气。然后 A1 是工兵队 ，A3 是蓝莓机队。这蓝莓这一队在我们的火力掩护下前往 Q 中那边，小心自己人的反坦克地雷、反人员地雷，并且在里面抓那个 HBD。OK， 我这边去抓就对了。抓完之后立刻带回 A3 待命，因为 A3 这边看起来像是。那我通常只会带两种弹种，带太多的话，第一你不知道你装的是哪一个，会麻烦。A1 A2 确认人质抓获。Human size。等下之后，如果是进攻圣地，我可能会带 TBG， 或者是对付人员会带 OG 七。好。啊，除非看对方坦克了，像轻型载具用7VN就万用的。那如果要对付那种有那个反义式装甲的车，可能会带 7VL 或 7VR。抓到人之后不用急的。但是 7VL、7VR， 你要想办法拉近距离，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300米到200米。不是，你看它的标尺，它标尺是有效射程啊。那你看 TBGV， 它最远我只能射到200，超过200的话之后就是凭运气，那东西跟弹弓一样。对，那是工厂的人。算，我不能跟你讲这个事，反正就看地图像。我没有那个车队组成编程吗？还是就没有 ？OK。所以我们要用没有布衣裳，没有布衣裳，没有弹壳，主要是吧？布衣裳。敢那么走两把机枪，干嘛？飞上。哎，啊，那个高阳，这旁边带我小队。阿奇。三队的，我来给你们简报一下。哎，这个队长叫我。啊，没有你啊。阿奇，一定练三米。厉害吧？他不是我们这一队。厉害吧？我们这队都在吗？我们等一下会看一下地图，我们俩会从 W1 出发，然后我们会到 A3 这里，这边是一个工厂或者什么房子，我们就大概分布在这一区的房子，然后 Kill Zone 是 T1 到 T2， 我们会先掩蔽，尽量不要交战，等到地雷变变变之后，我们再开枪。听懂吗 ？OK， 没问题，那我再看那个距离。OK 好，有不懂的吗？我们就在 A3， 然后一到地雷变成这样。在这之前，要不要开枪？好，
了解。很近哦，很好。啊，如果我在往 A3 的途中遇到敌人，我先掩护，就先躲起来，然后回报，我再问你要不要开枪。那理论上应该是不会的。OK 吗 ？OK。啊，然后好，等到我们 Q 中的敌人打一打之后，上面给我们指示之后，我们就会前进到 D1 地图，然后去找我们要找的人。这样，嗯 ，OK 吗？嗯好、哦，所以可以全部击杀啊，还是有重要目标的长相？我在跟他们讲啊，那个有人问说，所以是人要全部杀掉还是？就会有一个 HBT， 剩下人全部歼灭。啊，对，我知道，我只是那个 HBT 长什么样子。那个鲁拉告诉我们的形容词是，他长的就是我是军官的样子，我们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火系军官，火系吗？火系哈，不是草系。所有人过去的时候不要踩，尽量啦，就是不要踩到地上的地雷，对。OK， 因为我们是要进到 KO 洞里面去抓他的。OK， 了解了解。一百公尺以内哦、喔，我不需要标尺。那我要把 Joseph 的音量调大一点，听不到他。哦，因为我之前我把声音调小了，怕太大声。本来现在你可以调大。Risa， 你说什么？1 to 10有好一点。那个谁啊？哎，请说。我都讲完了，我这边都好了。好。那个，还有人没整好装的吗？没有，我才刚到。好，那个除了阿球之外，我们都好了。不然你可以先踢给我们其他人，还有那个苏卫跟豆腐的挂机，不管他们。好。我们其他人可以传。你们全部加一只小队。没有，我们是分三只，有。OK， 无线电三瓶，耳塞都戴好哈。用干干的。别放干干。杨替。那就好了嘛。为什么你不可以泡菜的？啊。我刚刚跟鲁达要个三区啊 ，W1 那边会有台区，如果我买了泡菜。那个，如果那边宅具的防御性比较良好的话，你们可以用那个宅具进入反人员地雷区里面把人接出来。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开车直接到 A 站嘛。哎、欸，对，没错，立刻部署。好，所以城市确认没有敌人。不知道，但是希望没有吧。看，这边是这边整片都是敌区，然后我们知道他们附近有那个军部队在驻扎这两个城市。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的话，你们先进去，我们再开车过去吧。不然的话，我们开车所有人就知道了。啊、可是我们其他人数没有那么多、啊，所以你们还是主力队。你们也可以派一个人在车上，然后其他人全部人进去。好，好，我们一个是指挥小组，一是工兵小组，你是那个步兵队，步兵班。被传送了吗？还没。不是、啊，那你那边人那么多，啊、那边人也很多、啊。嗯，你想玩工兵吗？啊，工兵哦。如果你不想玩工兵，你可以去玩那个 ATB， 然后加我小队。哦。哎、欸，那边里面有 AT 对吧？有，我们有。Oh, OK， 那你去转 ATB， 然后加我们小队。好了，我们转过去了。OK， 那个好的就摸旗哦，快点哦 ，Go Go Go！ 三队的可以上，三队可以上。好的，摸旗，好的，摸旗，摸旗，摸旗 ，Let's go， 摸旗，摸旗。OK， 卡洛，这个防御性能绝对是不行的。说什么呢？特种部队。哇，他看起来非常不适合踩地雷的。对，谢谢。那你带什么恶心的东西啊？天哪、啊！哪一台？哎呦，阿奇耶！啊，哦，我游戏刚刚上掉了，你们说啥？好了，我们要开车过去，你现在直接开过去吗？哦，嗯，看你怎么安排了。你这支小队是你指挥的。我们要打哪一台？啊，为什么？是怎样？嘿、hey, ，怎么样？哦，我需要有 DLC。干鲁达！我可以开车啦。对。鲁达！哎呀，都。我有电。我可以开，我可以开。那个人，阿女仆，你开一台，然后我们前面再开一台。哦、oh, 好。啊，改天。哎、欸，那个跟我同个小队是 A2 哦，跟我同个小队是 A2 哦。A1 是工兵小队哦。我有。啊，石头你有。那我进淡定这台。石头，飞沙跟我坐前面这台。你如果挂有事啊。
Apex， 这都飞上跟我坐前面的，剩下坐后面的。对啊，我一天就回来了。然后，你我刚刚简报你们听到还是我在讲？我们这次的。好啊好啊。这次礼物准备好了。总之，我再讲一次，就是我们会走到 A2 的位置，然后观察敌人，然后去给我们这边 A3 报信。出发。稻草被他铲平了，好帅！你好帅哦！可以帮我去把门打开吗？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也要开，你要先去也可以啊。好，下车。OK， 走了。下车停车。Hello。我把转一圈，让一下。这是蓝莓胡椒卡洛。A3 吗？A3 点不能躲人。A3 点是一个住宅，就是不是你做的工厂。白白的。不是不是，那个 A3 点是土堆。那个蓝莓 A3 点是土堆，南方的那个蓝色覆盖的那个东西。重新那个调整一下。A3 点是。还是我们用这个来当 A3 点。Boy， 那我们可以，我们就用在北边一点的。没有没有没有，我们要躲起来，躲起来意思是说不要被看到啊。掩体的话，人为的被看到。好，但是射箭会稍微不好一点，因为有树。二楼看不到一楼，只能从一楼部署。我来想一下。哇，只有一个仓库，然后超烂。这种红走没有啊？红走左右吗？我现在能不能把玻璃打破？二楼速度有点烂。对啊，二楼被树挡住啊。哎、欸，是，因为你很勇敢吗？我超勇的啦。啊，那你来 A3 点找我。没问题。哎，你不？哎、hey ，没有，我在找 AT 的射点，因为一楼有玻璃挡着，看一下、喔。他怎么全部人跑过来？不是啊，你就在这里吗？最好是啊，用第三人称观察。你不说你很勇敢吗？好勇的啦！我跟你讲，我家这一边，你们其他人都不用玩了，好一个人，一个人负责。你在这里。啊，你跟石头啊，石头，你跟弗里萨在这里。打石头，打猪刀，打石头。对，就我刚刚抽了游戏。你跟弗里萨在这边。蓝莓。哎。边是从北面过来嘛，对不对？敌人从南面啊，靠右。南到北，对，南到北。那个会被子弹射穿的，真可怕。也是。哎，女仆。哎哎，你觉得如果你在那个太近，这个不是这个，那边不是有一个房子？哎、欸，看到那个吗？那个对啊，那个房子。可以啊，可以射回来啊。对啊，那你去那边好了。好。你刚才队友是谁？七步吗？七步。好，七步。Hello。我在地图上面给你一个点，稍等我一下。
靠，不过我那边会离敌人很近哦。我相信你了。我不要担心工兵会包嘿。女仆跟女仆在可以晚点，可以晚点，然后帮我转男主。了解，我比较担心工兵把我炸了。不会啊，我相信你。这边，位置是很完美啦，只是我怕那个窗框会把我炸了，所以我可能要开门从这边射。那就盖一个掩体啊。哦，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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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掩体，我们要关门当做不在。然后，那个去吧，先躲在，我们先躲在这边好了。这边。我听到引擎声。引擎声呢？已经开火。哇！快到位，敌人来了！优雅被发现了，笑死！优雅被发现了，先不要出来。发现了。对，这边我们已经被发现了。那个红主不要交战，红主不要交战，不好交。他说：“我如果在那边交战，被打成菜。”没得怕。去把头蹲低，去把不要出去。啊，我们躲好就好，躲好就好。Officer retreated to store. 他可以直接穿墙看到我们。太扯了啦！子弹都从我们头上。他是没改到难度啊，我可以看到敌人的那个。反正在扫射我们的建筑物。对啊，没关系啊，打不到啦。这只红主，我们仍然正在隐蔽中。是蓝主。哦，不好意思，这里是蓝主。要继续隐蔽吗？确认确认。熟。有人站起来了。听起来是工兵小组。我还在扫射我们这区域。波雷波，嘿，请说。你觉得你打得掉那辆250车吗？可以啊。好，帮我把它打掉。最前头的那一台吧。哦，无法目视到目标。哦，他人开走了。确认那个树丛太密集了，我看不到目标。没有，他好像开走，他看原本在很近的地方。OK， 收到。红主去 K1 点找蓝主。红主他说。
一把这么厉害的枪。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都用这把枪？啊，可以吗？哦。还没，我还没看，我只是猜。三队正在前往 W 1点。哎，这附近这边的红组蓝组跟我一起出发吧，往 W 1。OK。哎，怎么了？等一下，我们有车吼。你去开车，好。大家再起步，然后顺着我画的红线。收。现在是蓝光呼叫蓝莓，要完毕。那你回到 A 3点找我们。区可二号车，二号车。Lisa， 你有 DLC 吗？你开车。啊？你有 DLC 吗？蓝光跟交警回报，我要下去帮，我要下去干一些事情。他说。那我要开去哪里？你要等一下，等一下，等蓝光。这些女仆全员上车。等一下，等蓝光他们走，他们快点回来。去吧，如果把 RPG 交给你，有机会射中那些车辆。完全没机会。没关系，你有七次机会，七次机会应该有机会哦。大概1%吧。干，到底？那这样的话，代表你开始录影之后一发会中。嗯，那个谁，蓝光，你帮出手机吧。啊，出发吧，出发。上面有 PAK， 他妈往哪里？那个不要拿。这个快了。哇，这个上。换移动啊！确认，确认。
抵达 W1， 蓝猪抵达 W1。 说什么？蓝猪抵达 W1。 啊，那人抵达我。那个去朋友看到车辆吗？没有，东南侧有一光弹，可是我看是从建筑物发过来的，方位134，红色建筑。134被那个水塔挡住，我也看不到。哦、oh, ，没有，我以为我画面会转，等我一下，那应该是方位100啊。你有看到那个灯，那个离我们最近一颗灯吗？嗯，对，灯后左边第一栋红色建筑，我看那个一光弹是打在那边。了解。红色建筑没看到人，小鹿你们还好吗？我们没交战，什么事都没有。为什么总穿？他们在阿法一之山的位置，哦，应该跟敌军接。哦，对啊，那应该是他们在交战。那走，兄弟，后面等啊。重机枪声音来自91。你太尴尬了吧？我们现在这边都没看到，我们徒步前往 W2。徒步前往。没有，我刚刚是杨弟弟画的。OK， 所以蓝莓我们也是徒步嘛，对不对？蓝莓我们也是徒步吗？对，走走走。OK， 走吧，下车，走了。徒步哦。对，徒步。怎么死光了？天哪！啊，我这被宰，我累的。OK， 整队被消灭了，我的天哪！我们更新一下情况啊，我们的指挥官那队好像死光，就只剩下我们这个。OK， we all in hell。OK， we 啊不怕。我的天！想跟你那边有医疗吗？如果再慢的话，等一下就要开夜视镜。哎，怎么卡？哇，指挥牌全灭！如果我死了的话，弗利莎代管。大哥，看我们队伍怎么拉这么长？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跑步，奇怪的是大家都同一个姿势，但跑步动作会不一样。重量问题。不是，那也不对啊，我背了两颗 RPG， 安置属性这个 OK。 哦，不是，不用投，不用投，准备好了吗？啊 OK， 去吧，我开门哦，3、2、1，不是不是，开这个。非常可以了 OK， 好了吗？对，好，我这栋 clear。OK， 安全。都往下一栋，往下一栋。OK， 那个去不你开。三二一。这一栏组回报 clear。
男主往东南边停下一栋。收。好，这栋 clear。就再往继续往南边，继续往南边。我有听到载具声，东面注意哦，近距离在50公尺以内。V 站有没有下一栋？那个拦住这一栋跟这一栋。OK。好，那个谁，就是跟着。OK， 安全，安全，走。感觉有点可怕。OK， 安全哦。男主回报，两栋都肃清了。原地稍等一下。那个东边道路中间有一个方口。我们这边看不到，那里有邦克、啊。道路。我看，我看。一方向的道路。你在？哎，真的。南明，你在机舱上线。距离大概300。这东西。Looks that.像我们盖岩石不是吗？哎，那台车上面有一根大枪枪，这个好像不是我们可以处理。对啊，我觉得要不要先提前解决掉？好啊，那谁，就是你也叫他拦住，了解。然后帮我从拦住从左边迂回往堡垒靠近，然后红柱在这边帮我看着那个堡垒。左侧迂回。对，你们跟着女仆走，女仆带路。OK， 从我这边可以直接射到那个大枪枪哦。啊，没有，你迂回向他靠近一点。好、哦，走吧，走吧。大概到。过来。第二个点给你。女仆大约到 K2 点 ，K2 点。嘿，收到。我算一下距离，好的，好，200公尺，可恶！你们是怎么算距离的、啊？过街，先过街。女仆娘走反了。我知道，但我要先绕路。哦，对，我走反了，不好意思，我要绕到对面去。不好意思，啊，所以我就我的，我也要绕到对面去，所以我哎 ，sorry， 这一次拦阻抵达 K2 射界好吗？射界差。那就持续往前找到你觉得可以好好打那个堡垒的点。哦，收到。然后注意你们北面可能会有敌人，小心点。超收。已经很接近了。
版主更新一下，我警戒北方哈。三点的车子不见了，但还是小心一点。我没有体力跨不过去。更新一下 ，W 三点又有一台车，我们抵达好的射界都要朝他开炮。收到，我刚发现最良好的射界是你站现在站的那个位置，我这个角度他被一个交通安全牌挡住了。要稍微找一下，我正在想办法推进。这一支蓝组，我们开始跟敌军步兵接敌，注意一下。OK， 你们还好吗？还好，没事，没事，我们偷袭掉对方。太好了，好，我过去抓你们。先不要。你就是刚才那个。我看枪声来自这附近。刚才那个尸体跳了，就是不帮我警戒南侧。好的。清空哦。我这是看左边吧。清空。好。他们出来喽。他们就。接底哦，接底！看那个机枪。我们可以移动到他们了吗？我这样移动有两个防线吗？跟敌军步兵交战中，现在还没办法出头。确认确认。啊，不一样，你们他把那敌人打大的。打烂了，差不多了。确定的，我被打了个豆花一样。收到，我这边要射出了。可怜了。好，收回来，收拢。K2点，清空，清空。What the fuck？ 没中，没中，再一发。没中，再一发，再一发。还好，轻伤而已，小事小事。清空清空。蓝光。可以来 K2 找我吗？命中。Nice。OK， 我要爆炸一下，掩护一下。Nice。去吧，你还活着哈。白骨章鱼。烧。很好笑，网友变票。不知道，等一下再问。我们现在保护，先保护好我们自己就好。我帮你一脚吗？不用不用不用，你继续警戒就好。改剧本出来之后，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声？我刚才差点……啊，你在包山里吗？我差点就把你走火掉了。OK， 那个周师傅走吧，跟气氛会合。会合。好、哦。切换。他说还有第二台吗？对。OK， 我们先清空这一栋，然后这两栋都要，然后那个 Cheaper 帮我准备震撼。男主你们还好吗？我开小门哈。好。门是往我这边开。好。Cheaper 开。对。等一下。进入。进入。清空，清空。清空。个人清空。德国兵哦，拿G36哎。等一下，等一下，我出来喽。
了解了解，换这一栋。蓝左蓝左，你们在哪？我们在树青附近，稍等一下。进入，进入。我现在有点流血，那个 Joseph 帮我先看一楼，左边一楼，进入。进入。Friendly friendly， 友军友军。报告一楼可以了。OK 好，你们上二楼，我报一下。好，我先包扎一下，我等一下跟上。好，你好。正常，阳台。我还有，我还有很好的。阳台也正常。他原本可以帮你跑 B A K 的。好，开始。Felisa， 我要冲大墙。继续往东，继续往东嘛，对不对？对啊。往西，往西，往西。西是反方向哦。往西北边那个蓝色的那个，我标一个点给你们，我标给你们。W 三吗？还是蓝色的那个点？等一下，等一下，我把一个地方圈起来给你。好了。好。蓝光可以帮我医疗一下吗？好，蓝组红组，你们把 K 三点竖起 ，K 三点 ，K 三那个区域。OK， 好，就一起走。蓝莓，我们红组先过去啊。走，红组先过去。OK， 就是去吧，你们没有受伤哈。嗯，就疼痛而已。OK。我也是疼痛。谁打的？周成龙。我啊。他第一发很好玩，我其实是压住那个一，就是斜边射，结果他射出去居然是歪的。OK。我的伤口崩了，伤口崩了。那你找蓝光帮你们弄完这个。没有没有，我轻伤而已。一样一样啊，就先这里好啊，反正我们应该没事啊。不然可以沾点子。我先帮他包了，你先。那个黄柱你们在哪里？好。第三位置。4秒。走，我来找你们。可以 PAK 的时候跟我讲一下。哼，给他绷带又包开，崩开。那、啊、你刚不你没有接受治疗？有啊，我有接受啊，奇怪。这是红柱开始肃清房子，该不会还该不会是蓝光医术不佳？过不去，过不去，他怎么过去？好，那个还是剧本，你要不要踩我跨过去？啊啊，那你这样过去，到时候你也跟不来啊？我过得来啊，我反正就过得去啊。从工厂那边进去啊，搬桥。哦，哎，周政府你怎么那么聪明？被倒地，蓝光可以走了吗？哦，周师傅，那个车辆很近，在右边。哦、我听到石头刚才尖叫，怎么了？小心哦，先我先去找车辆好了。有在蓝光，在后面，在后面。飞导，不要出去、哦。在 K 三的。OK， 好，可以。后侧。一方向有车辆在对我们这边仓库做压制，蓝组有办法处理吗？正在处理。清空。哦，清空清空。OK， 注意掉了。Frieza 先交给你代管。好说。哎、欸，蓝。这只蓝组那个呼叫 Frieza， 我们正在朝你靠近。去吧，你翻得过去吗？不，先不要。还有，注意一下，还有车辆，我看到了。去吧，不要动。等我，等我，我炮台。好，轻松，轻松。不要动，去吧，不要动。哦，然后你们干嘛？帮我往左边站一点。你可以靠到队友身上去。清空，掉下去了，可恶！你铁网可以射过去，那我射不过去，他已经掩护我了。你闪开一点，清空。两百吧。Nice。No nice。OK， 好，可以了。还有吗？不确定。OK， 好，那个 Chip， 你帮我看这个方向没错，然后那个 Joseph 看 Chip 的反方向。我从你们这个西面靠近。收到，这一次蓝组回报，我们击毁了两辆吉普车，然后正在简单包扎，守住你们的东侧，在教堂的东侧。
啊，你们还好吗？他们说好像我刚刚听到好像还有一台，我接回了一台悠悠有武装跟无武装。必须维持数星 K 三点了。那个女仆，如果你的弹药没的话，我身上还有一些。好，我直接跟从我等一下直接从你身上拿。那个，那你是谁啊？你怎么在这里？我是卡洛纳队的。哎，怎么只剩你了？没有，因为我被传送到一个奇怪的地方，我就开车过来。哦，乱跑一通。对，这些蓝白有点多。OK， 好。你们那是有的吗？你们那边有一个走私的豆腐吗？我们这边的，我们先暂时。就是看着，继续看着。我们，你帮我看这个方向。了解。来吧，我们准备好了，等待下一步指示。然后那个 Frieza 他已经带队正在肃清 K 三点，就是东南边的意思，对吧？对。说。来，所有人往，稍等。来吧，注意一下附近还有敌军的武装车辆哦。所有人往 W1 集合。这次女仆，我们确认到一个武装车辆在东北侧。打到他吗？我要从二楼射击，你稍等我一下。好啊，那男主，你们处理完那台车子之后，再往 W1 点动。收。Visa， 你们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往 W1 点移动。多少？我在跟着他们走，跟着红柱。OK。清空。等到 W1 点之后，我们的车会停在那边嘛？然后你们把。车开过来，我再射一个点给你们。命中，但没爆，我要射第二发。飞上你到那边之后，开车到 W 四点。否定 K 四点。爆还是没爆？男主，你们处理完那台车子之后，就往 K 四点移动。还没爆，全然都没爆，很硬哦。单换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自爆。留一点子弹。不，你还要打吗？我没弹药了，我要撤离。飞台，哦，那个是 V， 他们接近。啊。刚才那个是正常现象吗？不正常，那个去吧，等我一下。没有在，好，走了，走吧。他们从哪里走？这边。他们去 W 一。W 一。就往回走。OK， 直接撤往。哎、欸，没，那有狙。还想继续打？奇怪，我刚明明设置 heat 啊。很夸张。我弹药射完，可惜。我这边还有一颗吧。我好像从你身上拿光了。对，我这边还有一颗。啊，你还有一颗吗？好，先回去再拿，我车上还有。这支蓝组，我们正在往 W1 方向撤离。可以来 K4。这是红组一起的车辆。好，你来 K4 点接我跟蓝组。收到，按那个 OK 确认，往 K4 点移动。走，我在 K 四点等你们。你们先继续移动，我上个止血带。K 四吗？对 ，K 四。
哎，你们在哪里？回来，回来，回来 ！K 四 ，K 四。不是怎么？我刚刚看到蓝组的跟我们车子擦肩而过。我开错，我开远了，没事。哎，蓝光，你可以倒车吗？感谢。蓝组就上蓝组就上蓝光那台，上蓝光那台。然后蓝光，我可能需要你医疗，所以可能驾驶座要切给我，谢谢。机会也去蓝光那台。把 DFD 是根本打不到。OK， 我上车了。那个蓝光要麻烦你了。蓝莓，你白痴！你应该在 K 在旁边画了一个 K 四，我在开到这里。女仆，女仆，驾驶女仆。我就不往打兵关，打兵关，打了两枪。中国弄烧了。打死！蓝莓出发喽，往打兵关。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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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这边吗？哦，不对，太早转了。有人在前面一点。他走私啊，就他传过来就走私了。要兵要兵，他们需要要兵要兵要兵。妈的，我需要需要医疗兵，撞死是不是？是啊。打了。塔洛在这吗？我塔洛在前面，塔洛在前面，可以去找他们了。我们摆脱压线，非常豆腐，摆脱了压线。我看你没有，我遇到兵吗？你看到没？那个反地雷伏击车吗？他前面装甲很薄，后面装甲很薄。而且我刚看你手上超神奇的颜色就跑出来，对啊，我治好之后你就变为黑色。刚轰两发 AP 在身上，他没爆，对不对？我刚才也轰了一发，还没爆。哎、欸，好棒啊！你而且我第一发是直接穿过他屁股。全金石的两次，没有来不及，我已经拿四发。我们直接冲进敌人的面前。所以那个雷，你们是全员阵亡，是被扫爆了还是怎样？我们直接冲到敌人的队之间，然后旁边还有一台反舰皮车。这时候就要学阿克巴上将了。这时候就要学阿克巴上将了，对不对 ？It's a trap！ 咚咚咚咚咚，然后就不见了。我们刚刚是花了四发在同一台的那个反地雷伏击车上面，因为它很神奇的没有爆。OK， 那个 Joseph， 你身上的 RPG 我都拿走了。了解。啊，我看那。这个还需要250。阿卡洛哎。我们人都到了吗？到了，到了。好，帮我看一下地图，我们得到了那个新的情报，我们已经知道那个敌人的防空阵地还是什么东东在哪里了。那我们就要从我们现在开车前往 B 1点，然后之后，我要那个听 Three 你们前从 B 3这边一路攻打到 B 7，然后我要工兵小队跟我这一支小队从 B 4一路打到 B 7，然后我们之后把 B 8搞掉。Any question？ 好，那我可以自己改一下步骤吗？可以啊。看你医疗。看看那个 B 2过了之后，那边是一个小河。对，原来是河啊，它有水吗？应该是有水吧，尤其又下雨。没有啊，下雨不知道有没有关系。我一般晚上根本没关系。好，不论如何，我们可以试试看，把我们的车子开到沟里，然后我们再游过去之类的，这样子可以少游一点。好，把车开到河里吗？那好，有喜欢。干嘛瞎说的？那不是啊，那。女仆，你身上弹匣还够吗？够、啊、够，非常够。我很准。他应该是针对弗利萨讲的那个部分。OK， 如果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各小队上原本的自己 okay, 跟着自己小队命令，然后回到自己车上，然后我们前往 B 1。OK， 对，没错，搞定了，上车前往 B 1。他说他说刚刚的车子，拜拜，拜拜，感谢，祝各位好运呐、啊。啊，死痛热，弄啊，坐车坐车，哎。这一次女仆弹药回报，我剩两发 RPG。没事没事。那我们等一下要从 B1 拿到，那先到 B2。
然后等一下人，就等其他人汇合之后，我们等一下要前进的方向是 C1 C2 C3 然后最后到 B8 点 OK 吗？我没看到 C 大家都知道。等一下，我还不确定。你先问一下剧本，我最近开车。好，我们出发吧。到 B1 点，先到 B1。Sorry， 我们然后先刹车靠边，然后等你们。不是你的问题，那其实你那直接给你贴到你们道过去。二刹车。你看，我这是叫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左转，鬼闪是不是？鬼切啊！Sorry， 鬼切。Sorry。我的妈！他鬼切你，你还跟他道歉什么？你应该骂他。对啊，还道歉。有没有听过恭喜驾驶？我有点好了，我下个星期要考驾照。我突然觉得，是不是战车驾驶要这样子鬼切，它这样子所造成的破坏会比较小？没有啦，没有啦，女仆，那个第一家开车就是那个，那叫什么？那种有鬼式车辆，我的妈呀！原来我们的三宝都是国军训练的一环哦，我们要去那个秘密的藏于敌军的补给车辆之间，然后来一个鬼切，造成重大伤亡。哎呦呦呦！对不对？哎，就是补给车队里面混进三宝，然后鬼切造成重大伤亡。那是蛮痛。那天造成我在这就有轻微伤亡。哎呀！弹起来的时候没办法转弯。大家一个比一个子弹还要闪，来，我们往 B 组走，往 B 组。这是蓝组跟上。笑死了！到底有没有？全部下车！走了，走了，下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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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减速撞泥巴好不好？哦，而且我已经减速了好不好？我只不小心踩而已。南高帮我扶一下，我们走南面墙。好，别干他们！快干他们！这次女仆询问，应该接下来不用留活口，没有人要抓了哦。对，等一下看到，等一下问一下好了。好喂 ，Weapon Clean， Auto。等一下是格杀勿论吗？要是太好了，确认，等一下全部自由开火，全部都可以杀，看到就杀，除了队友。收到。来跟着我走，红主炮左，蓝主炮右，纵队。收到，蓝主炮右。收到。OK， Joseph 在你后面哦。了解。嘿，蓝莓，刚刚说队友不能杀，我突然觉得增加一点难度了。对啊。靠背。你，
好了，开玩笑，这真的是开玩笑，不用紧张。你也知道我射击非常的精准。你让我瞬间心里揪了一下。可是我也知道我们有石头那个苗边大学。石头。For fuck's sake！ 我感觉我的开火自由全被冒犯了。男主西北边看到的第一栋。了解。收到那两个木造的谷仓哦。对对，红薯跟我走。我去右侧。OK，Joseph 准备。准备。好。开门。切派。哦，你怎么会切到我前面来？你开门不要走啊！开门都不要动啊！先跟你说一下。那是 clear 的状态。对对，已经安全了。这男主回报那个安全，下一栋是一万点左边跟上面那两栋。OK， 我去左边了。男主走喽。了解。哎、欸，这个谷仓还没清哎、欸。对啊，左边的先。开门喽。了解。开完切派，开。OK， 就是我们切派的意思是指不要进入。嗯。啊？我是说，切派的意思是说不要进去。哦。哎哎，要进入的时候我会喊进入，可以吗？了解了解。跟你约定一下。走。拦住拦住，你们到哪了？肃清两栋谷仓，跟你们会合中。我们后面有一个人，有点。你有看到，我有看到他的位置。浪费了我一个体力。奇怪，我们攀爬应该没有体力啊。我攀爬耗了习惯区，现在往司徒区域前进。OK， 那个就算帮我看一下东北方，建筑都看东北方，我们刚才是要肃清一下比较安全。有点暗哎。麻烦队伍看一下，我 C2 上下分成了两个区域，下面南边的那个半区给红组，上面那个半区给蓝组，收到吗？蓝组收，来蓝组跟我来吧。先用夜视镜的吧，太暗了。好、哦，你觉得暗的话你就开，走吧。我说你那时候跟着红组，我觉得他们比较看起来比较危险。当时那请问一下，帮我打个叉叉。大概进一下就好了，不用每个。过街过街。接。然后听起来已经有人交底，交底，交战的。这栋先。小心一下。接。OK，Chip 跟 Joseph， 你们进去。我开门。啊，飞弹在哪里？好，开门。没有，还有。先去哪一个？一楼，一楼先进。而且，脚先左侧有楼梯。我在看了 ，OK，Go。这是我看一下，看到。我靠，那防空炮在开火，有点累。我没有往外的。啊，这是方向。我在监视。房子后面，房子后面 ，W 方向。他的敌人可能会从那个男主身侧摸过来。男主，你们自己小心哦。这男主收。还有还有。你到我旁边，然后你先抱一下，等我一下。有敌军防空车的位置吗？否定，否定。
OK， 蓝组，我们要继续肃清喽，走喽。OK。看起来是哦，确实。啊，优雅怎么死的？我不知道。OK， 帮我开。小姐，开门。炸弹，九闪，飙过去。怎么没有声音？那个女仆北面可能会有敌人、哦，可能是 bug。左边安全。我这边可以。OK， 剧本，前进喽。好。看右边。这边。哦，改，左边有个圈。OK， 安全。那两位。报告。OK， 出去喽。了解。往西北边走，有一个谷仓，稍微看一下。嗯。要翻墙，对吧 ？OK， 我掩护。看过去。OK， Joseph， 你帮我继续盯着北方，我切派。了解。OK， 安全。下一栋。有收到，我们正在朝他靠近中。然后需要你们惊掉他们，不然我不能被压出坑。收。Change， 这边需要补位。好的。Change， 帮我补一下，我包扎一下。好。这是蓝组跟敌压制敌方了，你们能继续推进吗？可以可以，红组继续推进。OK， 掩护我一下。好。Break out。好。好，感觉没丢到，回去吧。OK， 走，这里。下一栋是那一栋。OK， 我掩护哦。OK， 推过去，西南方，西南方最近的那一栋。我开门吗？还是你开？我开。了解。好的。开。对啊。受伤。怎么样了？推。右侧线吗？我开。了解。开。没有。OK。阳台还没检查，阳台还没检查。OK， 帮我盯住北方。OK， 我从这边直接下去哦。下去安全吗？哦，没有安全。OK， 这边肃清了，我下一栋。男主，你们还好吗？没问题啊，怎么了？我们在你们对面东侧。好说。大马路。OK， 到对接。Go。了解。对接，然后肃清那一栋。蓝图，帮我沿着D4的那一条线，一会儿前往D4。收到，沿C4。哎、欸，跟我来。
载具被击毁了，所以应该是敌军的。还好有被击毁了。小心哦，开启你们有红外线什么鬼的都打开，防万一。那我开那个吗？开。就是那个红外线频闪。对，开。这一次蓝组回报，我们怕会被误击，我们开了红外线频闪，请注意哦，红外线雷闪，频闪跟雷瞄都开启了。确认确认。然后已经抵达 C4。把 C4 点的那个框框，我画出来的框框全部清掉。收，处理中。清掉后，在 C5 点稍后。我们是打德国，那他们的夜视应该比我们先进吧？没有，都差不多。帮我盯住这边的窗口。好的。切。空。OK， 继续。好的。西北侧好像有一个。我试试看能不能从这边投进去。蓝莓，这里是红组，我们要沿着北方迂回过去。Break up。掉下去。进去没有进去。来一颗。来一颗。进去了。好了，进去了。OK， 我向左。帮我看我的左边哦，不接，没靠右，然后看左边，有看到什么东西吗？没有看到，有看到条雷池，那是友军吗？不对，那是敌军，没关系，刚刚那个他卡，确定？对，那个背包看起来不像我们，了解，雷池关了。OK， 那个 Chip 跟 Joseph 帮我去肃清 W， 我瞄到这一栋。而且 Go 冲过去。对 Go。我开门了。哎。啊。我在这边。哦，没有，错觉，走了，在这边空了。刚刚那个隔壁的工厂有声音了。好、哦。敌人，友军在里面，友军在里面，注意。我在你们前面哦。好，收到，看到了。门怎么开的？滚开！投震撼弹哦。OK。OK。然后Joseph 帮我开门。OK， 开门。九闪，结束之后我跟你说。推。喂。报告，工厂还有一间小房间，不确定里面。OK， 好，推进。对面的那个窗户上面。有看到敌人就开火，然后注意确认不是友军。
然后那个 Chip 帮我看左边小房间。我去检查小房间。No, Joffrey 你就看着门口就好了，因为你会刚刚走过我的枪火线。好，小房间可以。OK。推进喽。小姐。看右边。这边有。Change。好。清楚一个，有看到，小心哦，有军哦，切，注意一下，注意一下。那个 Chip 可以靠过来吗？可以啊。Chip 帮我开门。啊，我开你丢，我炸弹没了。那我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还有个门。OK， 等一下我看到敌人，清楚。哇，卡住了，右边安全。男主往116点，男主往116点。呀，开喽。好。可以开。男主跟我走。这是男主收到，我们正在肃清。注意二楼，小姐。二楼还有一个房间要上。没关系，不用。手榴弹，手榴弹，对。Grenade。OK， 清空，走。走。下一栋是 C 六，从后门。Chip 走。有军哦。OK。走，跟我来。清楚。那他 AT。友军从 C 六的东北方进入，请勿急。嗨，帮我切看一下里面状况。窗口那边还有一个，窗口那边还有一个。走，切切。友军。二楼。不要上去哦，手榴弹。刚刚我们炸死了一个人，我们就过手榴弹。我丢了第二颗，没关系。那个，还没，不好意思，我刚才脱队了一下，我去找夜视镜。好，我们在G16点。对，我找到了，正在往你们。OK， 走。对。这里，蓝组跟我来。不要掉好不好？丢了丢。不确定哦，我不确定。清楚。报告开门。这边他们刚刚肃清过了。欸，有一个枪。好，看到了，那我投一颗子弹。往 T 三点的 T 三跟 C 五的十字路口走。哎，还没死。哦，好残忍。好了，这一次女仆清楚了，已经确认到指挥官的位置。他也杀掉他了吗？确认死了，然后再收集他身上看有没有情资。我这边开的是没有，要把他的军官帽带回去吗？带啊。